在昨天十九时的时候，有接过樟树二路的一三六巷口有发生那一起车祸。初步了解是夜里驾驶自小客车沿樟树二路的一百四十六巷路口要左转的时候，跟那个骑乘脚踏车的黄姓学生来发生擦撞，造成黄姓学生那个左小腿骨折还有头部受伤，现在还在昏迷中。夜性驾驶酒测值为零，全站本分队依交通事故程序来办理中，并持续来调查厘清肇事的责任。